喜欢穿牛仔裤，我牛仔裤自己就可能有应该有二三十条吧，因为我非常喜欢牛仔裤的搭配，不管是外套啊、短裤或者是长裤都是。然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皮件类的饰品，比如说皮裤、皮裙、皮衣这类的，就是我个人是走比较帅气风格。对，然后像我自己是觉得，像欧美他们那种布洛克啊，简单的一件上衣搭上皮质的系列单品，比如说皮裙、皮裤或是牛仔裤，就非常非常好看。好，那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自己本人的粉丝团，我的粉丝团是 Ring R I N G Family。